这些年看这些年轻小朋友的身上，我看到的是，其实每个人都有非常巨大的可能性。你必须要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。你要等到他年纪到，或者说他懂得，而不要一直期待想要马上看到结果、看到答案。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可能性，你要给他机会，你要相信他，那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每周六上午10:30，一窥究竟。